开启档案 Word Dash Twist 点 PRT 我们将以画面上的这个零件来示范如何建构出一个扭转的薄壁选取 Insert Sheet Metal Word 底下的 Twist 选取这个边为扭转薄壁的副左边选取 Use Middle 代表扭转的轴线要摆在副左边的中央起始的宽度输入 30 终止的宽度输入 10 扭转的长度输入 60 扭转的角度输入 90 扭转薄壁的展开长度输入 40 按OK 按一下滑鼠左键底下这一区就是我们所建构出来的扭转薄壁